什么情况？老唐恋爱了？表姐，你什么时候出来的？好久了。那我一直靠在你身上。嗯，脑袋还挺沉的，压得我手臂都麻了。不过没关系，不耽误徐小姐。你一天没吃饭了吧？要不我们去吃点东西吧。好啊。服务员点餐。周程程，蓉，哎，来来来来，快，我给你正式介绍一下啊，这位呢是小鹿，我男朋友 Testnet 的副总，这位呢是从容，我最最最好的闺蜜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这位是温少卿。你好，你好。你俩啥时候都进展到共进晚餐的地步了？喝点什么吗？水吧。我还没去抓你呢，我自己来投案了。什么情况？什么什么情况？人家就是刚下手术，来吃个饭而已，你别想复杂了啊。柔，你觉不觉得他是那种外表冷峻但内心狂热的劲帅？周程程，哎呀，他听不见。要不是我家露露把我宠得像个女王一样，我就自己下手了。是没有。好，快去吧，快去吧，啊，别管我了。下着雨呢，干嘛坐外面？不嫌冷？这可是天天火爆排队排到凌晨的网红餐厅啊，我们有个座儿就不错了，别人可是求都求不来的。是吗？你天天只和患者打交道，这种信息不在你的认知范畴里。确实。那以后你要是有空，就多抽点时间向我科普。那不如我们来个双向科普吧。一台手术真要这么久？还有更久的呢，见过24小时车轮战。真这么久啊？那如果想上厕所怎么办？累了怎么办？脑手术很复杂的，通常都需要团队合作才能完成，所以别人工作的时候我可以适当调整。来，我们店自创的川味牛排，尝尝看。谢谢。慢慢吃哦。想知道怎么给人开脑吗？怎么开？先把头发剃了，然后用一种线锯前后拉，锯开头骨，移走骨瓣，剪开硬脑膜，找到肿瘤的位置，去掉它，手术就完成了。你是故意的吧？但可惜，这丝毫不影响我的食欲。别动，被你朋友看到不好吧？不是很能吃辣的？谁说的？我从来不吃辣的。小胖胖，你是不是又没有吃饱啊？太好了，我吃不完，我的给你吃。你他妈骗我！小胖胖，大陀螺。
事儿啊？我是女侠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。我帮你取。那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喂个饭就李香香，切！张嘴也不行，不是喂狗。啊啊！扔！来一口。已婚的男人都这么磨你吗？咱这是性感。这谁啊？不是你。没人，我给你吃了得了。我可听说了啊，你和综合办新人那个事儿闹得是沸沸扬扬的。我说了我喜欢他，没人信。看你这流氓的样子，平白玷污人家清白，不好啊。不是兄弟，阿姨，你该不会是暗恋我拿别人挡枪了吧？来，宝贝儿，多吃点，补补脑啊。聊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？陈总说，这顿他请。那什么就我请啊？王婷。